我他就是队友，我要是跟他有队友，我原地自杀。我跟他队友，你他妈过来打队友，退出。我在打幺二，我也在打幺二。哎，我怎么他哥在霸王的车上啊？我操！那车没有了呀！你搞什么？还让我开一下？我靠！反正这把已经没有了呀，我们两个也不够人。有了。带的带的，我觉得应该是那个认证号的问题。你下把换个认证号吧。好。有。我去换号。我有他去换号，我操！我操！我们四个人加起来。杀了56个人，我操！五十九个人，我们四个人加起来，怪，杀疯了，太可怕了！找不到人，得人来找我，马上来。好，厂子哥，你要不要换一个？我不换，我的认证号在皇冠。他们高就行了呀，没事。不然等会我俩一队，我们不是没有那个了吗？不是认证号的问题。没事，我有透小霸王，一会儿听我指挥。啊 ，OK。我们刚刚找不到人，我们刚找半天没人打架。还有，我们去海六开车过去，我靠，人跑了，真无语。你们是要拼手气还是要评分？拼手气吧。对啊对啊，好，先开40层啊。OK。我好像这个也蛮大的耶，这个。这个到手40，稳一点，40。哇，这个还蛮大的，我抢了31。40层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小彩子，分边。我掷出了一个点数，我掷出了一个，我掷出了一个点数。73，我掷出了一个点数。我操！97。啊！我刚才说，挡了8分怎么了，小霸王？你这么？小霸王，你挡了8分怎么了？没了。我靠！我跟谁啊？我跟电席吗？行，行，我把外币了，先，要把三号送到外币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掏钱，特种兵，搞这儿。OK。啥东西？冰雪？感觉你 QQ 发给我了，也不是很清楚呀。比他俩的麦是吧？咱们怎么跳啊，电席？先取消啊！我要跟随你的呀。拿兵分拿过来。宝。说你跟谁 ？OK。你指挥，我指挥。你指挥。啊！我就走。